友，谢谢大家。广播电台103 New Radio Online 的大家，谢谢在场所有朋友。是，我们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商哦，谢谢大家的鼎力支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经济不景，那大家还是要出那么多的钱来支持我们。喝点酒壮壮胆啊！是，对啊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呢，说实在的哈，那我们也要谢谢台湾那边一直不断的以一个工厂的形式，把很多的偶像歌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接出来。对，特别是近年来有很多的选秀比赛哦，对于台湾的星光大道呢，其实造就了很多的名誉之星。是，而这个名誉之星呢，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已经表明了，他会时常的飞来新加坡。今天我们的舞台周围有很多洋葱，我希望他们去碰到他们，因为听说他不管有没有碰到洋葱，他都很容易流泪。Oh no！ 那我希望音乐大赏呢也能够捕捉到他感动落泪的画面啊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有请洋葱。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是。杨宗纬，你好帅！谢谢，希望在新加坡也可以听到你们的歌声，一起唱好不好？我希望。